阿能，你不用管我，你快睡吧。哦。喂，娜娜，怎么了？啊，你先别哭啊，我马上过来。运气好，胃出血、肠道出血，好了自己走出去；运气不好，怎么抬进来怎么抬出去。山上的野菌子，不熟悉的也敢吃，人有几条命？是是是是，这今后啊一定注意。哎呀，有了这次的教训，他们近期应该也不太敢吃菌子了。这么晚折腾你，辛苦了，辛苦。赶紧躺下来吧，啊！你别碰我，走。娜娜，你回去休息吧，啊，我在这盯着就行了。
这一会儿天亮了，小川也就过来了。没关系，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们。嗨，他们这个症状还算是轻的，每年都会有几例，很正常啊。我以后再也不敢吃菌子了。不会的，过几天你就忘了。 出了这么多汗，身体肯定不舒服呀。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 慢点，小心门槛。哎呦，没那么虚弱，还不虚弱，都快躺地上了。哎，慢点。哎呦，慢点。这几天啊，饮食要特别注意，弄坏肠胃不是闹着玩的。把这个披上。我真没那么严重。盖上。 听话啊！哎呦，这以后真不能瞎吃。你看看这，阿贵是熬的，好消化的啊，好好休养几天吧。你回来了，弄着钱了？必须搞到啊！老头老太太给我留的媳妇本儿，哎呦，你怎么说服他们的？之前就是搞岔劈了啊，误会。老两口一直以为啊。 我要去当和尚，后来说开了，我说我要重新创业，哎呦，特高兴。原来如此啊！哎，你爸妈给你留了多少媳妇儿啊？这财迷关心这个？你都这样了，你好奇嘛？你说这钱数，哎呀，对于创业来说杯水车薪，但主要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在前面。 冲锋陷阵，大后方稳定了。哎，不说这个了，你好好照顾他啊！我得看看老胡去。哎呦，不行了，到处抓动物，特严重。谢谢啊。哎，客气啥？哎，嗯，你发现没有，马爷不一样了哎。这有底气就自信了嘛？可能这是他原来的样子啊。狂，嚣张。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贼讨厌。你快把那些东西吃了吧，阿贵婶一片心意，她心里啊肯定贼难受。不关他的事。大麦拍的照片你都打印出来了？嗯。哎呦，你到时候啊也跟我打一份。你要他干什么？那你打印出来干什么？我有用。哦。 你这屋檐下到底挤蜗牛啊？昨天好像又浮出来一些。嚯！哎，你什么时候弄了一照片墙啊？啊？我们的约定。哎，那个照片而已，没什么好看的。不是，怎么还有我的照片呀？这都记录了些什么东西？这是我的隐私，请你尊重。哦。 奶奶，照顾我们一晚上，你也没休息好，赶紧去休息。那个你吃完了，记得发微信给老马，让他过来帮你收一下。知道。哎，拜拜。拜拜。
外面啊，晚上凉，你们就在屋子里好好待着。这两天好好休息啊，养养胃。妈妈，肚子还疼不疼了？嗯，好多了。谢谢你们麻烦你们了。哎呦，你别这么说啊，适当的互相麻烦才是朋友呢，一点麻烦都不添那是陌生的，是吧？我回来了，有我的饭吗？有，我给你拿碗去啊。来来，坐坐坐坐。哎呀，哎呀，我都快饿得胃穿孔了，中午就吃了一点饼干，啊，简直是见了鬼了。店里人手不够的时候啊，客人反而更多。今天店里客人多啊，来了一群美院的学生写生，说熊英阿奶的衣服好看，非要拉着她当模特，画了整整一个下午。小川没在店里吗？我去仓库顶的楚楚的班，彩云阿奶带着楚楚去下关给她阿妈过生日去了。彩云阿奶都多大岁数了？他妈还活着呢？啊，96岁了，每天打牌，只要能赢几块钱啊，高兴得不得了。还给彩云阿奶买零食呢。我跟你们讲哈，彩云阿奶虽然已经70岁了，但是她上边呢有3个哥哥，她可是他们家最受宠的小女儿。到现在，这些哥哥们只要有什么好吃的，还让家里孩子给彩云阿奶送过来。那这太幸福了吧！我70岁了，还有妈妈和哥哥们疼。对呀，凤姨就经常说嘛，彩云阿奶是她见过的人里头命最好的。他要是有彩云阿奶命一半好，每天烧香磕头阿弥陀佛了。凤姨命不好啊，他的命是太不好。话不能这么说，这人啊，不活到最后一刻就不能下这样的定论。凤姨和昌叔呢年纪也不大，谢强马上也出来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出来，他儿子进去。是这样啊，他儿子谢强跟大哥还有冠军哥他们都是发小。嗯，高中毕业以后呢没考上大学，然后凤姨让他复读呢他也没听，后来就在一个单位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帮人家看仓库。当时呢他就认识了一帮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每天就是喝酒惹事儿称兄道弟。这帮人呢知道谢强在仓库里面工作嘛，就撺掇他一起去偷仓库里头的钢筋啊还有电缆，然后拿出去当废品卖了。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卖了几万块钱吧，但其实那是几十万的东西，偷了一年多才被发现的。哇，这也太愚蠢了吧。就是误入歧途了。当时他们说要是还钱的话呢就可以减刑，然后凤姨啊昌叔就在村里头挨家挨户的借钱，人情债欠了一大堆。现在老两口这几年省吃俭用的，恨不得24个小时都不闲着，不光在田里头去种过树，农闲的时候呢还要编筐扎扫帚，挺不容易的。嗯，不说这些了，好好吃饭啊，小心消化不良。这包子不错。嗯，我调馅，阿奶包的。我得多吃一点，明天他们还要来写生。我也好了，明天去店里。嗯，你不用去，你就好好休息就可以了。我没事儿，大麦比较严重。嗯，幸亏我昨天把那3000字写完才发作的。写稿比命还重要啊！只要活着，就得更新。我怎么这么累呀？我们的约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儿，喜欢的人随缘吧。什么意思？嗯？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独白升起悄然无声息，灯还
海鸟轻轻声唤起涟漪，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等有风的时候把帆扬起，云朵的倒影，月色的缺影，满天的繁星，迷失的脚步也慢慢被抚平，四季的光影，我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风吹起的时候万里无云，去有风的地方。好舍不得你走呀，时间过得太快。没关系啊，我经常去长沙出差，哎，到时候我去了你得请我吃好吃的。没问题啊，你要是去的话吃喝玩乐我全包了。行啊，哎，那你什么时候回去？还有半个月啊，这么快，舍不得吧？其实大家真的对你特别好。我知道呀。还有你不知道的那份好。方大曼，大曼最近在考虑放弃写作去找个工作。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她很痛苦也很纠结，因为她还是喜欢写作的。我作为朋友，我不想袖手旁观，还是想推她一把。那我能做些什么？大麦这个人呢，平时很宅，作息也不规律，日夜颠倒，特别是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把自己闷在屋里，精神状态也不好。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两个呢都是创作者，也很能聊到一起去，你呢可以多鼓励鼓励他，最起码也可以多让他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身体也好嘛。这倒是没问题，刚好我也有事找大麦帮忙。不过他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放弃啊？是吧？你也这么觉得？其实我们大麦写的真的挺好的，就是那些评论太奇葩了，什么一点都不甜，悬疑推理甜你个大头鬼啊！还有那什么说啊，女主谈过一段五年的感情，好恶心，真气死我了！还有人说作者，还有人说这个作者心里肯定有问题，你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呢？这种评论啊，不用太在意。反正我跟红豆是觉得他写的真的挺好的，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好。对了，我得先征求大麦的同意，才能把他的专栏链接发你。我先问问他。哎，没事，我问他就好。那你要记得，一定要跟他说，你是非常非常喜欢悬疑推理加爱情的那种。好。大麦。遇到难处不要一个人硬撑，有时候也可以依靠一下朋友。小妹，等一下。怎么了？大麦回复我了。我念给你听啊。你所有的评论我都看了，你的鼓励和支持对我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爱你，谢谢你。哎呦，这一大早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他也回复你了，而且我注册其他小号，他都回复了。他都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评论了，现在又开始看了，而且昨天他还加更了呢。还是你的策略厉害。我们以后就是大麦最忠实的读者，我们要一起默默守护他。
早。那我熬了一个通宵都还没睡呢。东西写的顺利吗？没写出来。怎么又没写出来啊？因为创作它本身就是自我怀疑、眼泪、无数个枯坐的深夜和偶尔灵光一闪组成的。一点都没错。霍老师，你写出来了吗？根本写不出来。没事吧？我跟你一样。阿奶，你往后退点，我这油溅出来烫到你家。来。炒青菜要放生抽，你放的是老抽哎。没事，我们老家都这么做。你们老家的做法？那就少放点盐吧。好。少放。错了吧？少了。好。我其实啊，不会做特别复杂的菜，我只会几样固定简单的菜。阿奶，要不然我们出去吃吧，我请你去格桑花饭店吃黄焖鸡。家里都做好了，干嘛出去吃？好香啊，在院子外面就闻到了。你不是陪病人去了吗？怎么回来了？凤仪不让我在那待着，非让我回来。给阿奶做什么好吃的呢？你看看。你说陪阿奶吃饭，就是给阿奶下毒啊？不吃就滚，废话太多。跟你说啊，这是我们老家的做法，卖相确实一般。但是味道还可以，哎，你尝尝，这个红烧鱼啊，我比较有信心。怎么样，好吃吧？你放醋了？去腥啊。放了多少？跟老抽差不多吧。你们云南人不是爱吃酸的吗？什么酸鸡脚、酸木瓜鱼，对，我就爱吃酸的。我尝尝。这不错，好吃，不错。来，我给你来点。阿奶，不用这么多吧？来来来，多吃点。吃。吃。早知道呀，中午就让格桑花饭店送黄焖鸡了。还好啦，那个肉啊，虽然切得厚了一点，但用淀粉抓过也不柴。蔬菜以后别放老抽，放点生抽、蚝油就可以了。酸啊，你给我尝一个。好酸啊！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是挺酸的哈，你再尝一个。我们还是及时止损吧啊！同一串葡萄不会因为我们多吃两个，它大发慈悲的变甜了。卖葡萄的人跟我说不酸呀，我尝了两个也不酸。是同一串吗？不是。那不就得了？不是同一串，甚至都可能不是同一棵葡萄树的。那就这么浪费了。做果酱或者酿酒呗，方法总比困难多嘛。谢谢。你喜欢吃梅子吗？喜欢啊。
那不如我们小院搞个团建吧。团建？嗯，去果园采摘，一边吃一边拿。费用呢？多少钱一个人？嗨，提什么钱呀？我请客还管饭。哟，那可以啊，老板请客，什么时候？择日不如撞日，那就明天吧。明天啊？你有安排？那倒没有。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娜娜要去店里啊。那就歇业。哟，老板这波可以啊。可以可以。来。哇，这么烫啊！哇，对不起啊，对不起。拿的什么呀？帐篷，让大家累了可以在里面打牌。哎，胡老师，你怎么还带个吉他？万一有雅兴，可以高歌一曲。大哥，这你都不阻止一下吗？带着呗，累了放松休闲一下。你怎么坑人啊你？以后这种事别找我了啊，我可不想助纣为虐。啊？我先去田里了啊。他说什么？助纣为虐，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果园就在前方，大家今天好好摘梅子，体验一下乡村日常。我哪儿不舒服？好像脑子不太舒服。我听到了啊。哎，我吃香没毛病。来吧，胡老师，你出来干活带什么吉他呀？我有病。娜娜还带了一个帐篷，一会儿找个空地把帐篷支起来，你们把东西放进去，累了还可以乘凉。我没骗你们呀，果园采摘，随便吃随便拿，还管午饭，还真是。文字游戏呗，就当玩儿，累了就休息。给给我们准备的。啊啊，对对对。我叫他们。对对对对。脑袋大。哎。真的谢谢你们啊！大热天的，你说啊，你们是听了阿瑶说我们家情况过来帮我的，你们都没干过农活，就别太累着了啊！能摘多少就摘多少啊！会干，我跟大麦也想体验一下啊。那谢谢谢谢。行了行了，凤爷，哎，我跟您去摘，大哥带来的人让他安排啊。是是是，凤爷你去忙吧，我带的人我安排。哎，好，那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辛苦了啊！走了走了啊！哎呀。我啊，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冰袖，徐红豆，来给你个粉色的，反正你留着。原来你包里塞的不是零食，这随便吃随便拿，还要什么零食啊？除了冰袖啊，还给各位人美心善的大美女准备了防晒衣，生怕你们晒着了。挑一个，真是太有心了。哎呀，来，剩下一件最好看的留给你。红豆，我们摘一颗吧。你这么客气，你今天不去忙啊？这不正在忙呢吗？帮村民解决困难。那个，我先去把这个帐篷支起来。胡老师，你这吉他要不要丢帐篷里啊？哎呀，胡总。哎，老胡，来，尝尝，可甜了。纳闷了，啊，就这玩意儿这么酸，你摘下来它能干嘛呢？不懂了吧？这种梅子呀，就不是直接食用的，主要用来泡酒、做蜜饯、果干用。不是直接食用，你给我食用。主要刚才我也吃了口，不能光酸我一个人啊。老马，胡老师，
你们快点摘，就你们摘的最慢，一直聊天聊天。没呀，谁摘的慢呀？听说过现实版的龟兔赛跑吗？啊，我们男人看的是耐力，到最后你再看看。看看就看看，你还真以为我们作息健康的年轻女性比不过你这个沉迷酒色不做运动的中年老男人？什么叫中年老男人呀？我是青少年，好不好？壮我是一点没看出来，来一阵大风都给你刮跑了。小环啊，你得团结人民群众。首先，我们女性要团结起来，对于不符合逻辑的无端指控进行反击，用事实说话。无端指控？什么无端指控啊？啊，老马，你评评理，什么无端指控？我哪无端指控了？小黄说的对，吴小鱼，你就是一匹害群之马。哎，我是游刃有余的鱼，你是害群之马的马。哎呦，给我玩谐音梗，我懂。来，喝点水，补充点水分。慢点喝，不着急啊，累了就休息。这几亩梅子都是昌叔一个人种的。是，凤仪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干不了体力活。这浇水、施肥、打药，都是昌叔一个人。嗯，昌叔还种了大葱跟洋芋，加起来得有七亩地吧。平时干完农活，他就去割芦苇、编扫帚、收玉米皮、编筐，一刻都没闲着过。怪不得昌叔累病了，嗯，没找帮手啊。嗯，找人就得花钱呀。你比如说摘梅子，这人工费贵，一个人呢最起码得80，有手快有手慢的，还得管顿饭。所以村里人知道他们家这个情况啊，谁有空谁就过来帮一天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当体验一下丰收的喜悦嘛。真是不容易啊。总之，我们大家就加油干吧。加油干！加油干！加油干！不会开电动三轮车，我不来谁来？这些饭呀都是阿慧做的，我就打打下手。我这个做饭不好吃。哎呦，我做的也是随便做，一般。你做的的确好吃。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该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夸我。你先把自己夸完了，让别人怎么夸你呀？哎呀，你们俩呀，真是的，从小就这样，这都大半辈子了。不过阿瑞这张嘴呀，整天就跟个炮竹一样，也就是见了阿凤，你才能哑火。他有心脏病，我让着他。啊。嗯。嗯。嗯。我怎么觉得这个饭菜那么好吃？嗯，因为太香了。嗯。哎，你们谁还要加米饭吗？来，大麦来。来来来。加点排骨。哎呀，凤仪不用了，够了，您别忙活了，忙活自己疼，你赶紧吃吧。拿去你们吃。哎，凤仪，嗯，我阿妈还有阿贵婶呢，他们在那边摘果子呢。啊，你们慢慢吃啊。哎，谢谢啊。哎，没事儿，不要客气。哎呦，这干了一上午，一动不想动。这老两口，那么大岁数了，他哪儿来的劲儿啊？这有奔头啊，还有心劲儿。这有心劲儿，那还有使不完的力气。你日子过得再苦，哎，那也甘之如饴。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他儿子谢强能少吃点苦，要不然老两口干嘛这么拼呢？
是不是？他们应该想开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嘛。要是能想开就好了，他们这代人都这样。对啊，所以基层工作啊就特别的有意义，能真正的帮他们减少一点困难，能减少一点算一点呗。来，欣欣。我够了。我这排骨真的好吃，好吃是吗？你再来点，你再来。我这还有一块，吃完这块。怎么跑这儿坐着啊？这有风，吹吹风。累坏了吧？还好。想什么呢？我在想啊，凤仪。凤仪。他是真的难。还有假的难啊？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都挺难的。那不一样。人呐，还有选择的时候就不能说难，最多叫不容易。不容易不就是难吗？那不一样啊，你像我们啊这种普通人，是吧？这种叫不容易，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不对？那看到有一些人吃着火锅唱着歌，船就开过去了，这就觉得挺容易的。那你看看凤仪跟昌叔，他们是属于渡河渡着渡着，突然涨水了，是不是被这个命运的洪流带走，浮浮沉沉的，一路呛着水，也不知道被带到哪儿去。被你这么一说啊，感觉更难。本来就难呀，你不觉得难吗？我觉得他们还好吧。这种程度叫还好啊。按照你的说法，之前确实是难，现在呢也就是不容易。我们之间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啊？那你的标准又是按什么来划分的？是把所有人放在一条轴线上来对比，谁更难，谁相对难。容易不容易和难，确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大致标准，但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的人出身啊，他的起点就在人家的终点上。他们的火锅里啊，要是少了龙肝凤胆，他们都会觉得痛苦，而且是真的痛苦。因为每个人对于苦难的感受和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又怎么放在一条线上来对比呢？不管在什么位置，总有人会比你更难，也会有人比你更容易。所以人呢，只能跟自己比，以现在的自己为坐标，跟之前、未来，还有很多个时刻的自己来做对比。你是觉得凤仪现在已经是好日子了？既然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餐后水果。摘，你打死我了！
你打死我，我也不来了。胡老师，是教我们唱歌的胡老师。胡老师。哎，哎，小朋友们好。胡老师好。你们好。胡老师再见。哎，小朋友们再见。再见，胡老师再见。胡老师再见。厉害了，胡老师，现在真的是胡老师了。等过两天啊，我管他们要个编制去。哎呦，就你这样吹吧你！哎，我明天不来了，我得去福建看茶园。你找到合伙人了？大学睡我上铺的兄弟，没嫌我穷。你这么讨厌，人家还不嫌弃你，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哎，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哎，俗话说得好。你多余整张嘴，就你这样，你一辈子没编制。哎，但是我有学生。那是胡老师吗？你也去啊？反正没事干，就混个中午饭。我不，这是娜娜早上给咱们买的包子。怎么了？干嘛呀？女孩子呀，太弱了。胡老师肯定就来搞笑。走吧。我问问谢哲去不去啊？哎呀，别问他了，他跟小黄去古城了。那个村里没盖完的民宿老板回来了，不敢回村里，是吧？嗯，那民宿八成是黄了哈。黄了，那黄了怎么办？找接盘的呗。快点走，要不然到那儿就该吃中午饭了。再喷一下。嗯。那你在抠什么呢？啊！我脚磨了水泡，每只脚两个，还对称的。你看，那明天还去吗？不去了。谢志尧说明天让杨冠军他们去，说我们不用去了。我和胡老师跟凤仪说好了，明天晚点去，因为明天中午的午饭是烤五花肉。你不更新了？嗯，给我添完膏药我就回去写稿了。万一要是今天写不出来，不就开天窗了吗？放心，我还有存稿，足足两天的量。呀呀呀，两天那可真够足的啊！就这个量呀，连女主跟男主去调查水源的单人事件都写不完。你不用看了，我早都发现了。你发现了？娜娜呢？是有三个号患者评论，红豆有两个。你怎么看出来的？太简单了，因为这些号呀，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注册的新号，而且只给我评论。那你怎么分得清楚谁是谁是谁？用口癖和打字风格。娜娜发微信啊，就特别喜欢用一个波浪号，还有嘻嘻。而且，这三个号特别喜欢跟黑屏对线，但是他骂来骂去，也就是，你爸妈花钱培养你长大，就是为了让你长大当键盘侠的，你非常没有素质，你才是网络垃圾，啊，以此类推，虽然对线很多啊，但基本上完全不具有攻击性。那红豆写评论啊，特别像写诗，感觉上很飘渺，又让人觉得很厉害。但是你又不确定他到底在夸具体的哪一点，比如，在作者的笔下，时间如同沙漠，让人干涸。夸人的精髓是什么？就是要直接、干脆、浓烈、劈头盖脸、糖衣炮弹，让人心里提着一股劲儿，觉得今天不日更两万都对不起你的狂热信徒。我就是随便说说，嗯，不是我夸的，
我就是看别人这么夸的，我就只是兑现了，其他的都不是我。就是。哦，怎么啦？那我不是白发了吗？你都知道是我们发的了。其实，虽然知道是朋友发的，但是看到那些鼓励的评论，感受到你们的关心和爱，我就感觉我的内心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而且我也想好了，不找工作了，我准备继续干这行。真的假的？真的，我都准备开下本大纲了。啊？所以，大麦茶大大，你不打算封笔了？不封了。不疯了。我们其实总是困在别人各种各样的评价里，但是其实我们得明白一件事：当洪流涌向你时，你被淹没，错并不在你。说的真好。我手机呢？你没带过来啊？我没拿过来吗？我刚说的这个就是金句，金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水源调查这个单元的中心思想啊！我今天晚上不会卡门了呀，姐妹们！我先回去写了。慢点。起来啊！嗨，好，我走。咱们都说了，哎，这梅子呀是他亲手摘的，哎，当时就在果园里打包发走了。哎呦，比超市便宜多了。是是是，也算是帮帮人家果农嘛。啊，哎，桂生，你开车过来，我给可心拿两箱啊。哎呀，有的是，多着呢。哎呀，给你们寄了20盒，那也没多少，就100来斤。你们可以做果酱，真的不贵。这边水果挺便宜的，好好好，你给我做好吃的，那您先收拾梅子哈，挂了，拜拜。喂，收到了。你寄那么多梅子，是想让你姐去地铁口摆摊儿吗？也没多少，你给朋友们分分，给姐夫亲戚啊，铃铛的老师什么的。你那家度的怎样啊？挺好的，我在这儿待的挺舒服的。真的那么舒服吗？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有种感觉。行。那你慢慢感觉吧。好吧。怎么样？还没嫁出来？红豆姐姐，我可以不学数学吗？当然不可以。可是我不喜欢数学。那为什么要？8+9，8+9，20分钟你都没算出来啊！阿妈，你不要这么大声，我听得到。听得到是不是？听得到，再来一遍，来，再来，说。1、2、3、4、5、6、7、8、9、10、11、12、13。好，停。这儿是不是有个手指头？是阿妈这手指头长得太短，你看不见吗？阿妈，我看到了，你不要生气。我没有生气，你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以后你怎么办呀你？你别瞪着个大眼睛看我啊！接着给我算，今天什么时候算好算完啊？算。克服困难。
就帮我一次，求求你了。就一次。重写，听见没？这么多的糟心事儿啊，没一件事儿能顺顺利利的。民宿你怎么转啊？价钱又不低，转给谁？如果村子也能建一家韶华书屋，那么民宿想转给谁都好转。那如果人家不给你投资呢？那我就自己接下来。你有钱啊？没有。没有你怎么进啊？出去找钱呗。瞧你这话说的啊，好像钱跟君子似的，一下雨就长出来了，你出去找就能找得到。你说我当年怎么就没好好读书呢？要是能考个大学，我现在也能帮帮你。你能留下来，在这个地方开一家烧烤摊，晚上饿了呢，不用跑太远去找吃的。偶尔能陪我喝杯酒，听我唠叨一下，就已经是在帮我了。也是，都指望着你。你指望谁呀？你压力是真大。谁没点压力呀？都是小事儿。哎，行了，快下来吧，别摔着了。许红豆点外卖了啊，正好一会儿给他带过去。啊？他点啥了？啊，不告诉你。哎，他爱吃这个虾，人家这人点过了。哦，茄子，茄子，挑个蛋。你能闭嘴吗？来点蔬菜，来来。烤的时候注意点你那个火候啊，焦油什么。你来烤。烤吧，烤吧，烤吧。你怎么站在院子外面？我听杨冠军说你喝酒了，我怕你睡巷子里，出来接你一下。啊，还没吃饭呢。吃过了，是大麦还有胡老师给他们点的。哦。你喝挺多呀。不多，
家里还有酒吗？要不你再请我喝点儿。好，走吧。你的酒。牛奶啊。嗯，那么大晚上你喝得醉醺醺的，你回去让阿奶看到了，担不担心你啊？喝点牛奶啊。加了糖啊？蜂蜜。确实有点难过。怎么说呢？就是有点难以启齿。那天见完老李以后，就是咱们村民宿的老板。嗯。心里其实还是挺不是滋味的。嗯，能理解。老板娘呢，也经常见。每次来，老板娘都请我们吃饭。她说，等民宿建起来之后啊，就把她父母接过来养老。孩子呢，虽然才两岁，以后也可以在镇上的幼儿园上学，就算挣不到钱，但这边的物价也不贵，起码能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可你说，一个人得好好的吧，还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未来的路还这么长，怎么就突然得癌症了？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啊，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有点儿。有点害怕了。害怕？就这么说吧，多少人指望着我在生活着呀？我如果得了什么重病，或者我出了什么意外，啪的一下我没了，我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那他们怎么办呀？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我心里就有点失重的感觉，恐惧、焦虑、害怕，还有那种不安全感就涌了上来。你是不是觉得我想的太多了一点儿？我理解。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多愁善感呢？你不用管我，我真的理解。我非常非常理解，相信我。就是那种一脚踏空的感觉。那种焦虑、恐惧，你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没有安全感，怎么说呢？就像在沙漠里，你眼望去什么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原来以为你不理解这种感觉。去我房间。你能走吗？我能走，但现在是不是太晚了点？我想给你看样东西。